这是新南国小由着建筑师刘木贤所设计，有真侪设计理念真趣味。像这个公共艺术叫做“爷爷搬家去”，这是咧讲学校内底一张老树甲五只动物的传说。这是由着艺术家蔡佳莹甲黄启先所组成的绿草设计师所设计。这人行道是向校区内底退了五公尺，安尼会当建立通学的步道甲无障碍人行环境。这有一对可爱的万人狮，啊，毋知是为底搬过来吼。学校基地的四个角拢改做做是一个小公园，叫做好望角。设计理念水的生态足重要。啊，即摆是安怎？拢无水啊！啊，拢无水是要安怎表现水的生态呢？窗仔门的宽度有较低，安尼予凉风吹过来的时阵，会当吹到囡仔的身躯。建筑甲建筑中间用走廊连起来，这是无障碍的设计。教室的设计有三层楼高，安尼够唔遮侪学生啊？这个通道拢用木材做的，教室内底看起来真通光，嘛真通风。即马少子化，但是学校诶设计愈来愈好，囡仔应该拢会当伫快乐诶环境内底大吧。这是营养午餐的供应中心。哦，可以在这种菜啊。这有一个山坡，可以让孩子在这里说悄悄话。这个空间可以让孩子在这里撞来撞去。这是停车场通风口的排气孔吗？停车场的出入口。现在我们一定是再来正门了。
基隆国小吃的猪肉是台湾猪，建筑是绿建筑。还有其他足侪种酷哦。预好好诶，正门行入来有一张独大长诶大叶榄人树。啊，搁会当坐凉亭啊，准备要接囡仔下课。用洗手啊，搁着瓷砖搭喺外墙，安尼看起来维持并不外难。土卡话，这是来讲学校基地甲着台南诶都市轴线关系。学校四周围诶上下步道设计了非常诶好，得到真高诶评价。而且四个边啊家拢啊，这做是好望桥诶小公园，安尼学校甲着社区就会当较接近咯。运动亭唔那是学校的，附近的居民嘛会使来遮旅游。即摆学校的设计理念，甲咱过去的印象拢无共款了。